实现出来就是超越了这个时间跟空间的感觉，然后回到一个真实的当下。可是这个真实当下又能够衍生出非常多的，有花有月有楼台，所以有鼓有音乐有锣声有旋转有动作有舞蹈。如狂涛席卷而来的滚滚黑潮，太暗的炫起恰如在天，